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啊要过年了，龙马精神。哎，啊，今年我最好，我姓马，姓马，龙年龙马精神。还有对马，还有个马。广州话麦玲玲大师傅，大家好，麦玲玲师傅，年年春节咱们都得跟你请教请教，谢谢。他是非常这个有名的嘛，这个谢霆锋、张柏芝就是给他说离婚的，是不是？是主是对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停的说真不好意思啊。哎，就是你把他们说离婚了。你能把今年把他们说的复婚吗？不会了，不会了，不会。其实真的不会，而且明年在那个龙年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有新的感情的发展了。新的感情，但对各有个人。对了，对了，但是呢，在他们两个走在一起，真根本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的命格有一点像，太像了。太像的时候就有点冲击。所以呢，不当然，以前爱的时候，男的就我就听他说过，就是你每一个玄学家告诉我不可以，我们互相山黑山冲，我也太爱他了，我也走在一起。哎，那你所说的可以，就是说白头到老嘛？可是现在基本上有八成的结婚的人难以白头到老的嘛。可是呢，麦师傅现在您的，我也一直期待他继续您演。他说过我会有六个老婆。是啊，没有，他说我生命中会有六个女人。六个女人我还在说。我们这是同时间就有起我，因为肯定是一个之后再一个，一个之后再一个。可能哪个人家分开了之后再有一个。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老婆一个女儿，就算有两个女人了。还有四个在哪里？过去了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哎呀，以前呢，你已经超过定额了。哎呀，我的天！咱们哎，现在朋友们都在聊啊，说这个龙年到底好不好？龙年呢，中国人是比较喜欢龙年，因为龙在所有生肖之中，对，其他动物还有嘛，老鼠啊、牛啊，其他的就有那个在现实之中是有的，就只有龙是没有的。哦，十二生肖，龙是没有的，没有的，是我们想出来的，哈，对吧？那是一个什么意思呢？那么，人家就觉得它是特别的尊贵，因为你不会看到那老鼠有了，牛有了，羊有了，兔子有了，其他都有的，所以今年啊，真实的有了。云山雾罩的一年，哈，不真实。龙以前对龙以前就是指代表了那个皇帝嘛。就是那个比较尊贵，所以很多人也喜欢龙年生孩子，他们觉得比较好一点。是好吗？我就觉得每个生肖也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2007年的时候，也很多人生孩子。嗯。但是很多人生孩子的时候，其实你问我就当然不好了，读书的人多。经济一定大但是人家就觉得龙是比较好但是我还有看看父母那龙的孩子跟属鸡的爸爸妈妈是比较合的属鸡的跟属鸡的爸爸妈妈是比较好的还有就跟属猴属老鼠也是比较合的哈但是如果爸爸妈妈属狗那么就真的不好属牛兔子也是不好那朱丽倩今年会生个什么孩子那个谁刘德华的朱丽倩应该是男的地位比较高而且千华也是男的今年比较旺男的哦会生儿子儿子那他们跟父母亲的生肖配吗没有其实配不配啊我们最担心是说最关心啊是说那没得改嘛你说夫妻假如你现在算我要跟他结婚不配我就顶多好吧把他抛开嘛父母亲不行嘛不能各断关系那怎么办对啊所以我就有时候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呢已经有了孩子才问我啊我的狗跟我的儿子跟我相处怎么办我的狗跟我的儿子全子那怎么办我就觉得相处不一定不好有时候相处就看你见面见的多不多不和的时候可能就在不和还不和和谐对和谐社会啊对不和这有点问题龙年是和谐社会吗龙年就是波动比较大因为龙会飞向天会走在水里面就是我们说的形态是怎样九上九下的所以今年的经济情况是怎样还有呢今年在很多地方有个特性就是今年是那个经济强人啊政治强人对下台的年份
绝对的、嗯、我这个跟我的研究是吻合的，今年有几十个国家几十个国家领导人换班、嗯、对，是有原因的，因为今年呢就是台湾大选呢、啊、他也是经过研究之后这样说不是，是今年那个前卫前是在在协会上有地位的男人、嗯、就是一个领导阶层的人受到冲击，今年就是这个情况、嗯、所以你以为他是很这一个政治老人或者政治强人都是下台给你分，他们讲的这个跟我听最近听另一位大师讲的很吻合，嗯，因为现在我们都在聊2012年不是世界末日吗？对，哎，那天我听一大师跟我聊明白了，他说啊，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你要知道啊，有一种现象叫岁差，就是地球的这个轴啊，其实它在这个转动当中也有一个小圈，它不是一直这么转的，它微微有个转动，大概转这么一圈啊，南极到北极这个轴啊是26000年，那么说玛雅人的那一套呢？就是5000多年一个轮回，5000多年一个轮回。现在2012年12月21号确实是到了那个轮回，但是呢，他说那个轮回啊，实际是个天文现象。嗯，说这个天文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南极北极这个直线呢，正好对正了银河系的中心。他说在地球的这个转的这个角度上看呢，银河系呈现出一个子宫的形状，而且整个在转嘛，因为自转、公转和乱转的关系啊。这个银河系会出现像放烟花一样，哗，这个星这样出来，要不也像子宫吗？他说天文上有这么个现象，但是呢，不是世界末日。嗯，玛雅人讲到这是一个新的启蒙年代，对，新启蒙时代。但是他讲的就是跟麦师傅讲的一样，变动很激烈，就是说会紊乱。嗯，因为这个天文现象啊，也是太阳活动的高峰年，所以政治、经济，包括像你说的这个龙啊，它到处。上山入海的会引起一些紊乱不稳定的现象、嗯、对，没有，这些古代我觉得这是古代的逻辑啊，因为说混乱跟末日是两回事嘛，嗯，可是古代混乱就等于末日了嘛、啊不管是科学方面应对自然灾害比较没有办法，或者说你自然混乱的时候你国家管理也成问题嘛，收不到税、嗯、没有农作物等等，现在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 对，现在不一样了，各种的方法政策来把它把它补救起来，所以这个可能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吧、啊、今年、那要是本命年呢，龙的本命年的人，那龙年有四个生肖是犯太岁的，龙自己这是本命年，属狗的三冲年就是冲的最厉害的，这个三冲呢比其他的三冲就比较大一点，因为它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天罗地网的三冲，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三冲。相冲啊，对，是狗相冲。就属什么的是不好，在今年属什么的是好呢？那比较变化比较多的，属龙、属狗、属牛、兔子，这四个犯太岁。兔子今年已经是第二年的犯太岁了，又犯，你这对呀、啊？去年犯了太岁吗？今年凯位犯太岁，为什么呢？去年是犯本命年，去年是本命年。去年是，我知道太岁有两类嘛，一个是犯太岁，一个是冲。其实有四个犯太岁。就是我们说的寅冲破亥，嗯，对，不同的，其实这跟年，就是太岁，就是哪年的天干地支，你跟它不合，有一点变化，嗯，就是龙跟龙自己是有一点变化，龙跟狗是相冲，跟兔子是相害，跟牛是我们现在说破坏。就是人际关系方面的破坏，所以不通情道的那个犯太岁。龙、兔、狗，还有一个什么？牛不怎么样，崩溃了，要小心来。犯太岁不一定差，犯太岁反而就是变化。如果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结婚、听听买房子是好的，没事的。重婚，重婚算变化吗？算，离婚也是变化。对，那我叫什么说？祝大家天天有艳遇，月月搞外遇。那我还是期待。我还剩下四个女人嘛，哈，还没出现，没了，已经用过了。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麦姐姐真是啊，这个决定着我们的未来。身边文涛，我告诉你，身旁边有一个玄学家当朋友很有用的。是，有时候我跟我老婆起一些矛盾哈，我就马上先打个电话给麦师傅。我等一下我老婆会打给你，你就跟他怎么说，那是命，你就认命吧。这样，哎，真的，我也有一对朋友，明星的夫妻，就是身边时刻不能离开啊。你知道吗？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今天要不要出门？要问啊，然后要不要买房子？要问啊，生孩子应该怎么样？都要问。随时，我们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啊，他这个师傅就在他们旁边啊。他是真问还是像我一样串通好？我是跟他串通好，我老婆打给他。串通啊，这个明星们就可以你打电话也问是吗？有，当然了，他们也是请教。问什么呢？问一些感情的问题，问一些生孩子的问题。那你岂不是什么都知道？哎呦，不是，有时候我也跟他们说笑的。对，就像那个林峰啊，他们去年没有跟那个喷香香有点问题，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命太懒了，你是冬天出生，其实三点水是不利你，冰是不利你，香也是很懒的意思，你一生人之中就是忌水，不可以跟这些人一起。那个女的名字里有三点水。对，还有还躺一个床上。对，我就告诉他，看着找一个女孩子是叫活活的，可能好一点，暖的暖气气嘛。就像你这样的吧。不行。是吗？这火火的，你看我任何时候见到你都是红彤彤啊，就一身喜气，是吗？红有强旺的作用。我们中国人以前呢，犯太岁是用一个红色的裤头带呀，是不是这样叫的？裤头带，腰带，对，挡啥？挡煞，就改变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今年龙年啊，像他们这个兔年犯太岁的，要穿红底裤吗？我觉得应该好一点。你买了没有？买了，我就穿了两条了。没有，可是麦师傅他平常不穿的。麦师傅，你说的对，我见他出道这么多年都是红色，可是不一样，他这几年越来越红了嘛。对对对，他越来越红呢，人气越高了，有一个变化，就是那个他出名了，穿的低胸装，现在越红呢，那个妆就越来越高了，把自己保护起来。对对对，麦姐也是胸前很有资源的人，是吧？这改变形象也是好的。那除了兔以外，还有兔子是那兔子人际关系方面要注意啊，健康方面要注意。他属龙的朋友呢，这本命年呢，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受那个健要小心一点健康。本命年的时候，你会呼吸乱选，就所以很呼吸乱选。无些乱想，就是想的不清楚，胡思乱想，想的不清楚，就所以呢，那很重要的决定，我觉得就不要在这些年份去做了。不要买房子，也不是买房子可以冲上。对，但是呢，如果投资是短炒的、炒卖的就不要。而且今年有一个剑锋是受金属受伤的心，所以开车的朋友要小心一点。而且呢，中国人也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如果有那个血光之灾的年份，我们可以去捐血。献血对，可以帮人，这也等于血光之灾了嘛，打抽一管血了。对，有一点帮助的。假如你没有那么多爱心去献血，听说还有一个方法嘛，就怎么样？去洗牙嘛。呀，可以。那洗牙一定会流血。会流一点血。对，还有一个方法，我听人家说，就是反正总之弄到身体出血就对了，或者把别人身体弄到出血，不行吗？不行。那麦姐姐是跟咱们红十字会有联系的吗？呼吁献血。哎，麦姐姐，那你刚才说的是不好。龙年旺谁呢？旺的呢，属谁好呢？属猪不错。猪猪呢，今年有比较多的好人，像几维啊，龙的很多贵人帮自己了。还有呢，属猴也不错，属蛇也不错，这些是比较旺的生肖。蛇、猪、猴，对，龙年能好点，好一点。那。他们不需要注意什么了，就吃喝玩乐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说好的年份，当然也有些朋友是有一点，就有看自己出生的日子，还有看他出生的贵节。因为今年龙年是个大的水年，所以呢就在农历的七月、五月、六月，是不是？月天出生、夏天出生的朋友呢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夏天出生的人一般要水，今年是大水年，大水年，对，怎么就把命格？今年长江会发洪水吗？对，今年就是全球的水灾，水灾，还有水位受的那个护眼。
我们刻的水可能有问题，污染，我们刻污染，污染，刻水也可能有问题了。哦，早有问题了。对。这个确实需要注意。这个龙年呢，我发现是很多人啊，很注意这一年。嗯，对。对，我发现哈，最近几年整个亚洲啊，除了继续希望看风水啦、生肖以外，很流行看星座嘛，塔罗牌等等。对对对，可是你们他们就比较占便宜，因为他们有旺季，像过年就是旺季了，对不对？大家去看，可是星座一年到头没有什么旺季的嘛。他不会特别十二月底大家跑了，可能在那些老外那边有旺季的，你怎么也可能呢、啊？我不星座我就不太熟悉了，坦白说。真的就是有的这个也喜欢天文的人说呀、啊，说玛雅人说是新启蒙时代嘛，新的一个五千年。对，他所以呢，哎，我也倾向于这种，说2012年呢、啊，可能天文上会有重大发现。嗯，现在科学界啊也传出来。好像啊会产生那种足以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一些重大发现，这算不算新启蒙时代？比如说对黑洞的这个研究，哎，越来越明白了。比如说咱们没准儿就是另一个宇宙里边的一个黑洞，到咱们这儿弄出的一个白洞，那边吸的东西到咱们吐出来变成了我们等等啊，就是说现在这个天文观察呀好像越来越接近，没准有重大的天文学的这个发现呢。可是有人刚好是说，那当然可能有发现，也有可能是说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去世，包括那个霍金。有人说今年霍金熬不过今年，从玄学的角度，所以对那个天文变动嘛，他不要给那么聪明的一个那么厉害的头脑预先知道有什么变动会来临，说他今年会过去。哎，你说有些人，你来替他算算，他是不是这种太聪明洞晓天机的人呢、啊？他就会有点天残地缺的。当然了，因为为什么呢？其实中国人的命理里面就是追求那个平行，五行的平行。一般来说，如果你有一些方面是很特殊的，就好像是艺术的天分啊，或者是其他天分啊，那么如果你问我，我就觉得里面就是这么多东西，就是命就是一个。如果你拿一边多了，另外一边一定小了。所以你看，历史上很多著名的算命的都是瞎子嘛。对呀、啊，你怎么视力这么好？所以我就不算出名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真正的自己，我的国度，我的第二人生，雅居乐海南清水湾海景公寓独栋全球发售。红花国色，酱香典范，红红火火过新年，红花郎。麦姐姐，属羊的怎么样？哎，属羊不错，今年呢，羊呢有在那个事业上有很大的进步。哦，所以羊本来也其实每一个生肖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性，就是兔子呢耳朵比较强，所以呢听人家说话比较多。哦，真的，八卦的意思，容易那个犹豫不决啊，是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觉得不决，对，决定东西的时候就有问题，可能听得太多了。啊，听得太多。那我是马。马就是跑来跑去没有停的，羊一般来说是比较有爱心的，对，啊、真的温和，对，温和的，对，比较好的。其实有桃花运还是桃花节呢？桃花今年也不错啊，真的，对啊，有几个？桃花也是人缘来的，人缘比较好。桃花不一定是跟男女的，还有跟观众的缘分。哎，你说像我们这个哈，到底应该这个戒色呢，还是应该放纵呢？就是有就是说，哎，有时候说女人红颜祸水啊，
还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你认为我应该放纵下去呢，还是应该节制呢？那么是看你的命格呢，是强还是弱？强的命格可以有三妻四妾，那可以，对，是财来的。妻财，妻财，中国人就是老婆就是财，旺夫嘛。对，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太强的命格，如果这个情况就不好了，就是财多身弱。没错，所以就是看自己担当的黑，真的是。所以啊，很多人不明白，就是说你老想发财，突然间给你一个亿啊，你的命啊受不了，那烧煤啊，你受不起啊。那我给你八个老婆，你的明天就完蛋了。对了，那玄学我觉得最有意义的部分，不是说告诉你强还是弱什么，有几个问题是说怎么样来改变。因为坦白讲，你假如想知道情况的话，你有耐性。自然会发生嘛，你到底有没有钱，有没有女人，什么发生问题是说你算出来他有财，可是他承担不起来，那你怎么样帮他呢？你跟他怎么，我反而不是我，你误会了。那你在我们来说，我们不是改变，是顺着他去走，顺势而为。对，他要是老婆多，他有点搞不定，那你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如果你没有三五个老婆呢，其中一个可能已经病得挂了。有时候真的，如果有些男人呐，他没有两个老婆的话呢，其中一个他黑了，他黑了他的老婆。如果他命里面是三冲的话，三冲就是大家心里。死别，生离死别。如果他没有另外一个挡住的话呢，本来哪个可能身体很差，可能是过生了，真的会怎样？没错，没错。哈，但是不是每一个是怎样哈？不要搞这。他这番话就是跟我老婆说的。对对对，我就是叫我老婆打给他，他跟我老婆这个很有根据。那有的人女人多，他只会马上疯，对吧？但是也有的人女人多，长命百岁。对。甚至要女人不多，他活不了几年，对吧？这个东西啊。但咱们怎么能够找到那些能够忘我们的女人？那还有你跟，比方说，通常我想啊，是一些女顾客来问你，你跟她这样讲完之后，哎呀，她能够接受吗？她能够说啊，那好吧，就给我老公去、哎、去找吧。这闪一闪。啊，原来如果他没有，我就身体很差，可能我会病。有些人根本来就已经身体不太好，他就明白我说的是真的。但是有些人就另外一个情况，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情况，根本就是他老公自己本身比较烂玩，就另外一个情况，这是每个人不同的。你会给他教点什么手段？把那个女人的名字扎个小针放枕头，放老公枕头底下吗？不会啦，很难。我觉得把她老公离婚算了。所以你看，我就跟我那对明星夫妻讲啊，我说整天你们身边的这个大师啊，其实也是你们的心理医生。对，他其实是需要，你要在西方可能他什么事情啊，他需要找人说一说。对，那个人呢，跟他开解开解，听一听。是不是？那据你知道，你们这个专业里面有没有大师是被包起来的？像文涛说，他朋友身边著名的那个小甜甜的小甜甜，那是你们一个行业的榜样是吗？当然不是了，其实也有一些是有一些是他们很喜欢身边有个人在身边，很多大的企业都有这个顾问的。那我们锵锵三人行就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谢谢。咱们这个。